没动静了。哎，人呢？对，有个 ED 血要不要？左边房子跑了一个，过过标脸。就我一个了呀！然后我看他跳过去了，左边那个。很专注。很专注的，我没听这个。扔出来啊！我操！右边小伤外。右边小伤，小伤。我的发，再给你秒了。两枪头。哎，山上还有人。直接开仓里，仓里倒了一个。仓外。人呢？我这一个，我这一个。打我操！不会是他队友吧？身上那个。真的不是，剩两把枪了。我队友上来。连石头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来到一个很傻逼的位置，我操，两个，这石头有个，对，来了兄弟，看你，我来了，左边左边外面有一个，他呗，倒了吗？倒了倒了。还有海边还有事，一标好的，不在蓝标，哎，一标，哎，生病了生病了，一标的一标的，手里吗？他是在外面，我是在外面，外面有个，就你旁边的。有点猛的呀，来，对，他外面这个死了吗？这局游戏打死了，路令跟我走远了。那为什么他们 MK 司机都这么点的这么快呀？都练过的。石头有一个二标，来了。我对面还有一个，在我现在正对面，看到了看到了。哎呀，太烦了你！别找了，原点倒了，原点倒了。在我对面，点上我。我操！飘的应该是，上马路了，过来了，来我这边了。飘我头了，应该是。就晃一秒。